端午回来，下一次放假竟然是中秋加国庆。温馨提示，您的2023年假期余额已不足。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3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，现将2023年端午节放假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。通知如下：中秋节、国庆节，9月29日至10月6日放假调休，共8天。10月7日星期六，10月8日星期日上班。